现在是聊天时间，整整的30分钟聊天时间。其实不要说大家很久没看表演，我自己很久都没表演。对，这个时间，这个期间要能够好好的演出，真的是一件很幸福、很难得，但也是很幸福的事情。就是很久没跟大家见面，就会觉得好像有很多话想说，但其实真的是太多太多话，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好好的说。有时候真的是在一首歌里面的时候，会放好多好多画面、好多故事发生的事情，然后想要透过这样子的，就是音乐的时间传达给大家，然后也希望可以把大家的故事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全部汇集起来，然后大家一起享受在这个画面里面，我觉得这是很幸福的，就是身为一个可以好好唱歌的人，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。那我就问任性，就是像刚刚讲，我那两首歌是很纯的歌，接下来也是一首比较温的歌，这首歌是《浪漫体质》。然后《浪漫体质》这首歌其实是在一开始就是要说过敏这件事情。我从小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人，你也是啊？哇，是很痛苦哦。对，就是过敏就很烦啊，一下就是鼻子痒、眼睛痒，对，很生气。然后打喷嚏就要用掉好几包卫生纸。对，那这件事情就是很造成我生活的困扰，所以我想要把它写成歌，但没想到写完之后，它变成一首心理上过敏的作品，就是《浪漫体质》。对，就是在说自己，说明自己的内心常常是很在意很多细节。然后这首歌写的时候，我完全没有想太多，因为它很个人。但我很开心的是，这首歌很多人听完会跟我分享说，好像我把大家的心里面的话写出来。好，那我们就来唱这首歌。一张嘴三个字，不如就命。
世界里，那个喷嚏，但身为一个专业的人，专业的歌者，要忽略一切外在的事物。但我觉得，就是刚刚不是我在唱那个 Scars 的时候，有救护车的声音，哦，那个也是哦，恰到好处，也不是这样，对不起，是就是有时候在表演的时候很有趣，就是会有。很多不一样的事情在不同的时间跟空间发生，然后那首歌就会长得不一样。那可能下次自己在唱那首歌的时候，就会想起上次唱这首歌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等等啊。这是其实，一首歌在很多不同的时间，然后不同的场合被演出。有人会觉得，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哦，怎么又？因为我也听过很多表演者，像。之前听我前老板分享过，张学友也是每次都要唱那个，对，吻别，然后但是他每次就是带着不同的心态去分享这首歌，真的是，哎，真的要唱一辈子的吻别。然后像之前我很喜欢的一个独立乐团来吧贝贝，对他们快开演唱会了，哎，你没有买票吗？乱帮别人宣传，他们礼拜五的时候开始买卡包，还不卖完，我自己都忘记买。他们就是阿贝，就是他有说过，他有一段时间超级不喜欢唱《全世界我最喜欢你》。对，哎，你们听过这首歌吗？《全世界我最喜欢你》，我想想，怎么唱？全世界我最喜欢你，但是你都不知道。滴答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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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不是这个节奏，但是就是这个歌。然后他因为这首歌其实是就是来吧贝贝最为人知的作品，然后很多时候去到很多场合，他们都会唱这个歌。但是有段时间阿贝就说他不喜欢唱这个歌，所以其实。对我们来讲，可以真的是只要在不同的环境，然后可以，有不同的元素，然后去演唱一首歌的时候，那个只要有不同的感觉可以分享，这个感受就很珍贵。对，不然无感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感动观听众跟观众。对，所以至今都还很感谢自己这份。感受都还留着。下面的这首歌也是。